你又有何事？属下不忍神女孤单一人，所以特地来陪伴神女。我生性喜静，最怕热闹，独处时只觉惬意，从不觉得孤单。你走吧。 整日都行事古怪，究竟想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一见神女，便被神女的风姿折服，想把神女说的每一句话都记。神女，你在我心里真的非常重要，非常特别。我虽为神女，不过是一株开了灵智的草木，与三界其他都一样，并无什么特别，也没觉得自己有多重要。你等等，我还有话要讲。 你既然说，我说什么你都会记在心里，那你记着，我不喜欢旁人殷勤侍奉，别再打扰我了。